主席，与会人员有请部长。请苏部长。经委你好。部长你好。以科技研发带动产业发展，创造经济价值。科专的预算刚才黄委员一再提到，应该是102年是189亿了。180几亿是。不是185亿哈。189亿。这么多的这个经费的预算哈。这么多的经费预算，刚才黄委员说南部的委员是相当的不满。我是南部的委员，但是也是全国性的委员。不单单是替南部的这个乡亲感到不满，我也对我们原住民地区所有的乡亲感到非常的失望。虽然在原住民地区，我们看一看不管是工研院也好或是其他单位，多多少少都有做了一点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按照比例按照目前原住民地区八八水灾重创以后所受到的照顾，我们觉得是还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加强。不晓得部长对这样的看法。跟委员报告一下，如何协助一些比较弱势的，特别是原民地区能够来发展。那经济部呢，在中小企业处的地方产业发展基金里面，那么呢有特别的一些照顾呢，在发展工作，这第一个报告。第二个呢，也透过这些预算呢，那么让工研院打个比方，在东部地区来帮忙这一些比较属于需要一点技术帮忙，但是呢有点特色的来发展。那这都是我们该做的工作，也许我们做的不够，但是我们愿意努力，谢谢。那个部长，刚才你就提到东部了我现在我看直接请工研院的院长来好了。什么徐院长？徐院长，徐院长。是。你们是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在原住民地区也做了一些了。你们大概做了一些那个比较有名的，像千甲聚落千里聚落。千甲聚落规划成CSA 市区协力农场。是。第二个千甲里农场那个烧稻壳的些等等。但是在原住民地区我始终觉得说你们做的真的是不够。院长你是不是讲一下，你提一下你们在原住民到底做了哪一些研发的工作。好。那个我们大概是在东部的地方，我们一个东部服务中心在协助当地的一些你们那东部那叫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吧。是。产业技术服务中心还有呢？对，那个有一个布农族的这个部落呢，我们有去协助他们做一些竹炭，竹炭相关延平布农的竹炭，是是是你们把它变成为一个黑金的传奇，是是，我们希望这么做黑金传奇。那还有，但是这个传奇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它到底发挥的多少的经济价值。我想我们持续的做啦，那只是一个例子啦还有树豆，还有呢，还有其他呢，洛神花那个树豆啦，洛神花啦，你们那边也写了你们也做了一些什么我爱桃园的这个品牌。是他们有那个什么梅子是黄肉梨是有蛮多的那很多东西记录在爱意石是你们都有做，是有做，但是你们都是就在局部性的而已，是局部性的而已。是像我爱桃园隔壁就有一个南麻夏，他们产品几乎是一样吗？你们为什么不一并做一个整体性的这个规划？我想这个研发是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努力因为我们目前大概做的是根据他们的那个我想院长你们再怎么努力是效果还是相当有限的。是我现在先请教你，是你们工研院编制员工编制多少？差不多5800人左右。5800人左右是那是都是正式的吗？5800人是正式的，都是正式的。对，还有另外还有一些外包的人力。好，现在不讲外包的了编制内的有没有
我们原住民的比例有原住民的比例有多少位不少按照就业应该都有一定的比例有哎、你们没有一定的比例的话就说明一下是就违反了这个原住民是工作权保障法我们是不到那个比例不过我们大概你们不到比例嘛每年都有大概六到七位的原住民所以你们现在五千多位你现在承认是不到比例是大概你说六七位对每年都一定五千多位在六七位你怎么能够把原住民的地区这个研发的工作能够做好你们有没有一个对口是有没有对口有没有一个专责的专门负责原住民地区生活产业也好农业产业也好有没有专门这六七个当中有没有他们是不是专门负责原住民地区研发的工作还是他们只是普通的一个我们就是原住民同就跟我们一起做研究开发的工作我们并没有对原住民特别去所以说嘛那个院长是所以说你做不好了做不好五千多个你们连一个负责你们现在连专责的机关都没有过去我们观光局在原住民地区始终做不好我们一再的反映他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原住民观光推动小组现在进一步变成原住民观光推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组织一个专责的一个对口你们那么多的预算原住民地区那么多的产业你们是做了零零落落的了做桃园我爱桃园一下子做那个布农族的这个竹炭我上一次也提了我们屏东也是很多像牡丹乡的野姜花我上一次提供给你们了嘛现在到底有没有做我是不知道了野姜花可以研发成香水那香水是变成一个高经济的一个作物现在我们他们有透过这个平科大谢大学研发的那些香水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有价值这个应该你们要介入像红梨我也是一再提红梨你们现在只是下去有去看一看进一步你们有五千多个人但是对原住民不了解的话你不了解的状况之下你怎么会把工作做好所以我在这里具体的建议我们工研院你们现在是做的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原住民地区这个地方真的需要你们积极主动的来去协助是我们对于原住民的确是不够了解我们会跟那个原委会原民会他们去请教看怎么做因为这么多的地方那个院长我刚才的建议就是说你再去请教原民会他们的工作做不完你们还是要自己成立一个专责的是专责的不要太多人嘛专责的不要太多人嘛一个专责的来专门研究来研发针对原住民地区去收集他们的生活产业我看到你们也发现到说那个原住民的手机图腾的手机里面也发觉到是这东西很受欢迎在你们的报告里面我都看到了你们发现这个东西你们就发现很受欢迎结果呢没有办法协助来做一个推销嘛再怎么样再去研究看看怎么协助来提升这个原住民的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吗是我想我们会想想看怎么来进行不要想想看吗是不过因为它蛮复杂的要不然不复杂你要有专责好我们会你五千多个里面找个十个台湾三分之二的土地十四个主权你不用一个专责的单位就零零落落的这边做一个这边申请一个你们就这边做一个这么多的预算当中189亿的预算今年185亿的预算当中你们的所做的真的是那个比例0.00%了所以呢黄委员说南部的立委很不满我们原住民的立委更不满对这样的状况
好像生机公司现在生机中心了哈，现在我请教一下生机中心哈。请生机中心。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我只是做一个提醒。你们最近跟那个这个桥本生医是签约嘛哈？对，刚刚签约。对。11月8号签了一个约，我想这个约是相当重要了哈。是。是对刘章之。对的。对刘章之子实实体抗肺癌，植物的一个新药。是。我想这个就无形中把这个刘章之这个价格又提升，所以难怪道法我们这个刘章木的层出不穷，千年都没有再动几百年都没有再动的刘章木，现在一个一个砍下来，原来我们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是，所以我想你们这边也提到了你们尽量用人工栽培的部分。对，人工栽培是怎么栽培法？还是要用这个牛樟木吗？它是用这个椴木，用椴木啊。椴木还是牛樟木嘛？它的都是用漂流的，不是说是采伐，它就是说已经是倒下来的这个牛樟木。现在倒下来的也不能动嘞。它是不是都是跟林务局啊？倒下来的，我们原住民一动还是移送法办呢？是。它那个都是合法的。还要刑事责任跟罚款呢。对，这个我们有注意。Yeah. 所以这个材料的问题，我当然这个将来能够突破对肺癌、对癌症能够看这个药能够生产出来的话，这个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了。对，好，我们当然支持，但是间接的他所用的材料，我想我们也要真的要特别注意。是，谢谢委员。好，谢谢。